非常好看，嗯，后面两个都外挂开到满，嗯，轻轻一带送到了右半边，哇，巧打，今天两支安打了。这球真的打点而已，因为重心已经被调走了，你没有办法再用所谓全挥击，只有想办法要把球打到整颗，啊，最后其实效果又有出来，嗯，所以协调好的选手会有优势，那我们讲用控制球棒的能力，五局打完已经打了14支的安打，哇，又抓到了，这一次郭彦文，哇，safe， 传准了，但是没有，对，应该更早一步 take 到，应该有一点抓刘玉元，他前胯有抬起来，他看就算准了要往二来跑。有时候当你的牵制的动作太大的时候，就是会有这样的状况，脚程快的跑者他会去计算你这种启动的时间点到一垒的时间点。哇，球跑到了红中，被送到了中左外野方向，落地形成安打，陈俊秀要把打点给带回家，嗯，今天两支二垒安打，这份打点也是他来到了中信兄弟之后打的第一分打点。八局上半，魏全龙队付出代价了，嗯，而且刚刚王威球那个盗垒其实也收到很好的效果，这个位置若是他只留在一垒的话，要回来本垒得分我想难度可能会有，但若是他在二垒的话，这个距离要回来本垒得分就很简单，而且这颗球刘远投得太甜了，嗯，在台北大巨蛋响起的战歌，那打在这个方位上面的话，其实我想要回来就很轻松了，陈俊秀也获得荣誉奖，嗯，昨天的敌人今天的朋友。好，我是西西，记得订阅我们中信兄弟官方 Twitch 频道，还有我们兄弟最新的 Podcast 兄弟你来说。